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文化大百科》，我是主持人王玲玲。木这种元素自中华文明兴起之初就存在于社会文化生活的每个角落了，从小巧玲珑的手把件到威严耸立的金銮殿，无一离不开木的身影。然而就在这形形色色的种类不一的木材之中，就有这么一种特别的存在，甚至有人认为它已经超出了木头的范围，而应该列之为是珍宝的范畴。历代以来，特别是明清时期，这种木材都作为帝王装潢宫殿首选之材，清代帝王更是将其列为皇室专用的材料，民间不可私自采用。这就是我们今天将要为大家介绍的阴沉木。阴沉木又称乌木，是由马柳树、香樟树、楠木等树种在远古时期因洪水爆发、地壳变迁等自然原因而被深埋于古河床、山涧之下，历经几千乃至上万年的岁月，被逐渐碳化而形成的，因此又有碳化木之称。阴沉木主要分布在四川四条大江及其支流区域，广东、广西、湖南等地也有发现。奉节县地处四川盆地东端，长江三峡库区的腹地，是重庆市的东大门，古称夔州，后因蜀丞相诸葛亮奉昭烈皇帝刘备托孤弃命，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依然不变的品质，改名奉节。奉节境内山峦起伏，山地面积占总面积的88.3%，是名副其实的山城。然而就是在这山奇水秀的地方，却出现了大量体型硕大的木头。据当地人回忆，过去每年洪水退去的时候，在江滩的泥沙之中，总会发现一些外表丑陋、腐朽不堪的奇怪木头。当地人会去捡拾一些体积较小的，用来当作柴火。但奇怪的是，这种木头即便晾干之后也不容易点着。这些在当地人眼里腐朽而毫无用处的烂木头，却是雕刻师眼中珍贵的材料——阴沉木。在我国第五套人民币10元面值的纸币上面印有一幅壮丽的景致，这就是举世闻名的三峡之中的门户夔门。郭沫若先生曾经发出过“若言风景异，三峡此为夔”的赞叹。那么为什么在这山清水秀的三峡地区会发现外形硕大、数量惊人的阴沉木呢？据传说，在明代时期，朝廷将在长江下游地区修建一所宫殿，便将蜀地大量的木材做成木筏顺流而下，运送至修建地区以便使用。但是由于江水湍急，导致大量的木筏被冲散，最终沉于江底。事实上，这种说法无论是在年代上以及现在所发现的阴沉木的材形上都不成立。首先，阴沉木的形成最少需要3000年，这对于建立于14世纪中期的明代要早上很多。其次，现在所打捞上来的阴沉木有很多都是连根拔起，并不存在人工砍伐的可能性。事实上，这些发现于奉节县的阴沉木多为古时长江沿岸地质坍塌导致很多树木沉入水中，最后顺流而下囤积在奉节县的，时间大约在2000至1000年以前。处于奉节县地区的长江游段水面狭小，最窄的地方只有50米，而且此处又正好处于一个近90度的转弯，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些当年沉于水中的木头并没有继续向下游方向流动的原因了。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诗仙李白的一首《朝发白帝城》，将他从夔门出发顺江而下的千里美景描写得近在眼前。
然而在当时埋藏在诗仙那一叶扁舟之下的阴沉木，究竟是怎样悄然形成的呢？古时候的珍贵木材，由于某种特殊的原因，被埋于水里的淤泥之中。后来在缺氧高压的状态下，这些木头在水底泥沙之中，木质结构发生了变化，木质内部的脂肪、糖分等都在水中被溶解得干干净净，同时也消除了蛀虫细菌的生存空间。之后经历数千年甚至上万年的碳化，因而形成了如今的模样。这就是阴沉木木质坚硬万年不朽的原因所在。用阴沉木雕刻出的作品，每件均是孤品，各具特色，不能仿作，也不可复制。沉木高古的自然本质，赋予了艺术品特有的自然机理，让人在鉴赏中获得深层的感悟和艺术美感。阴沉木的色彩虽然千差万别，但其主色调近似于黑色，用这种色调雕刻的作品深沉厚重，具有高古的气韵和深奥的精神内涵。这些阴沉木经过巧夺天工的雕刻之后，最终变成了一件件精美的艺术品，呈现在了世人的面前。一寸寸憨态可掬的弥勒佛像，精神从容；一件件文房用品，雕工精美，墨意浓厚；精致典雅的首饰盒，做工精巧，独具匠心。这一件件精美的作品，散发出了一种古朴厚重的艺术感。然而在现代，阴沉木的保护和开发工作一直处于尴尬的局面，因为这种稀有的不可再生资源既不是文物，也不属于矿产资源，又不是化石，所以许多阴沉木并没有得到有效的保护。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阴沉木被挖掘出来，它的科研学术价值、文化价值也更多的为人们所知晓。相信不久的将来，这些在淤泥当中沉睡了千万年的阴沉木会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重视和保护。好，观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想要获取更多央视综艺的动态资讯，您可以关注我们的新浪官方微博央视综艺，参与实时互动。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微博等任何可以扫描二维码的软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加入我们。非常感谢您今天的收看，让我们相约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一座神秘的欧洲教堂，怎么花费80年才建造成功？一面精妙绝伦的花窗，季节与星座的组合蕴藏着哪些寓意？一种中世纪的暴食习俗，为何至今仍然保持着传统？敬请收看《文化大百科》洛桑大教堂。